在一座满是石头的荒山上，几名男子远远地看见一只动物，好像被什么束缚在原地不能走动。随之他们向动物走过去，走近一看，发现是一匹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马，而且被一根长长的缰绳拴在石头。他们联系了一辆动物救护车，把马送去了当地的动物救治所，希望马儿能尽快的康复，重新逞食在这片草地。我是魔法眼睛，关注我，陪你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。